我竟然在日本见到了藤原拓海的声优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来试驾一台1:1还原的 A186， 然后顺便练习一下赛道。结果没想到，竟然碰巧遇到了藤原拓海的配音三木先生。ここまでお付き合いいただいた皆さん、本当に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口袋妖怪的小次郎也是他的衍生。もちろんさ。三木在现实生活中也开了一台86，我看的这辆真的是1:1还原，发动机也换上了27门，居然内饰都和动漫一模一样。我经常来玩的这个地方就在日本大阪，大家看，各种稀有的车都可以来这里开着玩。如果只能选一台，大家最喜欢哪一辆？这里还有好几台赛车模拟器，日本小姐姐会亲手带你下赛道。もう100ぐらいでいいわ。这些都是日本最专业的机器，一台能买一辆真车，这也太刺激了。赛车开累了，还有漂移车可以放松一下。有多少朋友像我一样，20多年前看了头文字 D， 梦想成为藤原拓海一样的赛车高手，可现实却离梦想越来越遥远。但现在坐上86，好像又回到了20年前，真的会为86的每一次过弯、每一次声浪所感动。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 ，A186 是我们永远不变的信仰。酱油推荐指数，